香港巴汉斯非常荣幸在2022年五月给大家呈现一对明代永乐青花八方烛台，也是在8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，这也是存世唯一一对在私人手中流传的明代永乐青花八方烛台。青花八方烛台制作非常困难，目前只有在公立博物馆有数件存世，所以我们这一对呢就显得尤为珍贵。它的估价是1500万起到2500万，